在一个充满未知的山上，这么做比你想的要危险多。我们的工作不是本来就很危险？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悬疑案件，凭着他的特殊能力和他对森林的了解，他们一起找出隐藏在美丽智异山的可怕秘密，一部带有悬疑色彩的精彩剧集。你的魂魄死后也会留在山里。由全智贤和朱智勋主演，智异山，2月13号起，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 ，U 频道。2月13号起，你可以在 Mi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智异山的视频。